翻嚟继续啫，无语城市啊！咁啊，今日咧嚟搞一搞呢边啊，同埋呢边啊，或者再重新搞一搞啲规划啊，因为依家个工人嗰个数量好似有啲少啊，所以我依家打算喺呢度再整多三四个啦，系咯，整多三四个街区出嚟啊！即系呢个位啊，呢个位喺呢边又打多两个街区可以啊，打多两个街区。下面我哋又可以再整多两个街区。咁然后呢度呢啲食品工厂啊，呢度呢啲咧仓库呢啲就可以向右褪两格啊，一二个位置系啦。咁加上依家有咗核能发电之后，整嗰两个核能发电之后，加埋都有成万电。其实啲煤嗰啲已经基本上个需求可以冇咁大，可以唔使再整呢个系啦煤力发电啦。咁呢度可以产一个啊，系啦。咁跟住仲有呢边啊，呢度我之前都特登留咗一个格嘅。因为佢依家啲钢咧，其实都开始要再增加一下啦。因为你整呢个车站啊、地铁站啊嗰啲，全部都系有消费嘅，咁所以呢个位置又可以再整翻多一个炼钢嘅钢铁厂系啦。加班啊，再加班高少少个产量啊，直接升啦，系啦。75，咦，仲未升呢？等一等啊，喺升咗60，有100啦。咁又可以够用一段时间啦，同埋都已经饱和咗啦。依家个铁同钢铁厂啊，如果之后要再发展嘅话，就要喺呢边再执噶啦，喺呢度再搞。呢边呢个已经系啦，已经好难再发展啦。如果再发展过去，就会影响原本嗰、那个。市区噶啦，咁依家我整一整个街区先啦，又系一个最麻烦嘅一个啊，系啦，就铲咗两个食物先，应该可以升到噶啦。依家就望下望佢变出嚟嗰阵时，可以个位置可以变正常少少啦，系啦。唔好又变到唔知点样啊！即系望啊望佢之后整出嚟系对称啦，变出嚟啊。好啦，唔系最前，唔系最后，夹喺中间。睇下第二栋点啦。如果第二栋都系中间嘅就可以唔使理啦。如果唔系中间嘅话就就又要唔知花几多时间。十分好啊！哇！今次，咦？我顶啊！虽然佢都系中间，但系佢条楼梯喺呢度，跟住佢呢个楼梯就响呢度，佢楼梯唔对称嘅，顶你！啊 ！My God！Oh my God！ 真系唔明点解呢间屋佢个设计唔系个正面永远系向住个马路度，即系譬如你睇翻呢啲屋嚟啦，即系佢起出嚟全部都统一噶嘛，一个样式噶嘛，系啦，即系佢呢边系永远系对住个马路度噶嘛，嗰四个窗啊，即系唔会喺呢个位冇窗呢个位对住个马路噶嘛，唔会咁奇怪噶嘛，但系个街区佢又唔知点解系咯，即系咁唔统一。乜你唔直接捧一啲，即系譬如好似呢度就全部对住马路，然后楼梯就全部系背住马路咁样。系咯，嗱，即系佢 set 固定咁样咪好咯。又或者你俾人揀咯，你俾人揀可以自己转咯。佢呢只 game 咧，即系虽然佢可以俾你揀，但系一定系要就咁一旧嗰啲咯。即系譬如好似呢啲市场呢啲即系佢已经系有个形喺度呢啲你可以按 tap 就系转方向啊。但系你呢啲屋呢啲随机生成呢啲咧，然后再自己去变出嚟嗰啲咧，
佢就冇得俾你转咯，啊冇得俾你转，所以真系生嗰阵时系真系睇运气，随机咁样，好彩就一生出嚟就生得啱你心水个方向，唔好彩嘅话就系啦，啊！但系其实你睇翻呢啲屋咧，即系譬如好似呢啲咁样啦，其实佢都有个固定嘅，即系譬如好似呢层咁样。即佢如果系对住个角落头咧，两边有马路嘅话咧，佢系会生变做呢一种咧。你睇，即系有个转弯咁样啊！你见唔见啊？嗱，即系呢啲嗱，喺嗰啲角嗰啲，佢就一定系会生呢一种嘅。佢有 set 好嘅啊，即系譬如好似嗱呢度呢啲，只要你两边有马路啦，佢个角一定系会咁样生出嚟嘅。啊！佢就会帮你整翻市正啲啊，譬如好似呢啲都系嘅呢啲嗱，即系五层商住混合住宅嗱，佢占两格嘅，咁佢栋大厦个门口一定系对马路噶嘛，然后佢后面呢度呢个应该系停车场嚟嘅，系咯，呢边停车场就永远系响后面噶嘛，好似呢度呢啲嗱，呢一层啊系啊，呢层啊系啊，即系佢唔会嗱。佢唔会个停车场无啦啦对向个马路嗰度，然后个大厦就响入面噶嘛？啊，即系佢嗰个正面同背面，佢系会帮你自己预设咗正面永远对马路啊，大厦嗰边。即系佢呢啲又会咁样 set， 但系唔知点解佢街区佢又唔会咁样 set， 佢好随机，系咯？有时系个楼梯，即系呢度啊对咗出面。啊，跟住有时层楼又唔知点解去咗中间，好似头先咁样去咗中间，跟住前面又有陆地，后面又有陆地喎。啊，跟住有时就咁样咯，啊黐住嗰个位置就对出面咯，跟陆地响后面，完全唔明点解佢呢个反而要咁样 set。跟住今次佢又系生中间，你睇啦，其实佢系有三个随机性，一个就黐住，一个就调转，一个就响中间啊，前后都有陆地。啊，唉，终于搞掂。整两条咁样嘅街区，差唔多用咗我半粒钟时间，唔系讲笑。同埋唔知系咪啲嘢多咗咧？依家啲生成速度越嚟越慢，前期啲生成速度好快嘅，没有找到合适的型号，明明三乘二呢度咪三乘二，点会唔合适咧？啊边啊边啊边？十分好啊！呢度对翻就十分好啊！十分好，十分好，非常好。神级好彩，整个网球场。我呢个系整个网球场，好似唔系隔篱就系海，打飞啲波落海。啊，公园啦，都系公园啦。整个小公园系啦。中间呢个就整个啊，转个整个有凳俾佢坐嘅，系啦，有四张凳啊。跟住隔篱嗰两个就转个，我又系凳啊呢个啦，呢个好睇啲啊，系啦呢个圆圈呢个好睇啲，个人觉得系啦，啊就咁啦，啊总算有翻啲工人啦，啊有翻三千几啊，多翻千几，食品工厂嗰啲都有翻啲食物，63000人口。跟住睇先，跟住咧，我打算要将呢啲边位呢啲再重新整一整，整理一下。因为咧，嗱，依家有两条路线嘅啲大厦升到上去，一系咧就变呢个商住混合住宅，然后升八层办公，啊，变办公楼再商用混合住宅；一系就好似上次咁样五层楼。啊，五层楼跟住再升上去就12层楼。咁但系咧，商住混合住宅咧，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，如果你啲楼去到边位嘅话咧，基本上系升唔到上去咁滞啊，升唔到八层啊，最多升到五层嘅啫。啊，因为佢嗰个商业会唔够啊，啊，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唔够密集啊。即如果你要升上去嘅话咧，首先佢附近要有更多嘅商业，咁点样先会有商业呢？就系你升做呢个商住混合住宅，跟住佢本身就会有五商业，系啦，即系你要
一個區域變曬呢一啲咧，然後佢嗱一個有五商業啊，咁佢加加埋埋咁樣，佢就互相大家即係你又幫佢加，佢又幫你加咁樣。只要你起得夠密集嘅話咧，咁通常中間嗰啲就會變到啊，變到上去噶啦。嗱，有五商業，依家有117啊。咁但係因為邊位嗰啲咧，一邊位呢啲佢呢一邊冇啊，跟住呢一邊冇啊，佢係得可能佢另一邊有，得一邊有，咁就唔夠密集。系啦，即系唔系夹喺中间，咁一般就会唔够商业，咁就升唔到上去咯。系啦，咁所以如果系边位呢啲地方一系就升呢一个，升12层楼。你睇我呢度呢啲啦，就算佢呢度啊，即系呢边呢个位冇其他楼再夹住佢，佢都可以升到上去，变到上去。系啦，但系你睇嗱呢度呢啲嗱边位啊，嗱佢净系得呢一边，得呢边呢边。啊，得呢边呢边啊，呢边加到，但系佢呢边冇其他楼俾佢加啦，冇再发展啦，咁佢就升唔到上去啦。啊，有啲仲系呢个现代风格两层房子啊，啊都系五层啊，升唔到去八层啊，啊商业唔够啊，啊得51要有90啊，系咯，所以我想搞一搞啲边位嗰啲楼先系啦。跟住要将佢，我依家打算将佢转做呢、這个12层楼，但可唔可以再重新再执一执啊？重新执一执佢就系咯，重新发展过咯，叫做全部打过重练啦。跟住如果咁样嘅话，呢度间银行就要拆 Q 咗佢，起喺第二度，唔可以起喺呢度，呢度会太近，会黐住。拆咗佢，然后就将间银行，我睇下先，银行要起喺中间少少地方，唔好起咁近。啊，差啲唔记得咗，要再执一执个医疗，系啦，即系12层楼个医疗要有唔知3以上，即系间诊所又要住一住咁啫。整间医院，转间医院，咁可能要再牺牲多一栋啦。啊，整呢度，转间医院，诶，都系压到银行，唔系啩？仲要有10添，压到2间银行咁大咯。哇，佢银行。唔系，应该话佢层楼嗰个范围都真系几大喎。啊，难怪啦，呢度都压到啊，呢度有一间。啊，呢度又有一间。咁样，惨啦！啊，咁好彩，其实应该呢两格变啊，最好呢两格变，跟呢两格再变，咁啊 perfect 啦。变得唔系咁好啊！睇先，铲咗啲格先，整咗呢四格，等呢度变咗先。诶，嗱，呢个位 perfect 噶啦，变咗，系啦，唔够悠闲，等呢度变咗先啊。变咗之后，跟住呢度再起，跟住呢度就再变。咁如无意外，应该中间都可以变噶咯。啊，变唔到咩？即系，诶，变到啦，跟住就再整呢度啊。有时啲格数真系要自己调整一下，再计一计。如果佢自己变嘅话咧，有时反而会有啲浪费啦。譬如好似呢度咁样啦，正常就应该中间啲四格变，再变一栋12层楼就最理想。但系佢依家佢系呢两格中间呢两格变咗一栋5层楼。咁然后呢度呢又褪咗一格出嚟喎，跟呢两格又变咗个5层楼，跟呢度各自突咗一格出嚟，係囉，铲咗呢个先，等中间呢四格变咯，跟住我再整呢一格，跟住呢度呢四格再变上去，诶，掂呀啦，咁样就最理想啦，中间嗰四格变咗，跟住呢度等呢四格变，啊唔係喎，呢、這个冇住，等呢四格变咗先。系啦，12层楼准备升级，系啊，呢四格变咗，跟住再整埋呢度，呢四格再变，系啦，咁之后就呢四格应该可以变埋啦，系咯，
跟住呢度係增一休閒啊，但係冇位咩咯喎？一休閒啦先啊，整間酒吧俾你啦，鄉村酒吧，整一間喺呢度啦，升級耶！誒，搞掂搞掂搞掂，變啦！呢四格冇理由变唔到噶，仲系双住啊，仲系双住，难怪啦，铲咗佢重新升过啦，顶你个肺，难怪变唔到，变埋啦，嗱，呢个五层楼，市中心五层楼，变唔到，冇理由啊，变埋啦，变埋啦，另外嗰度。跟住呢度再重新升过，呢格就唔好整住，因为一整咗，我惊佢中间呢四格变咗。如果中间呢四格变咗，隔篱呢两个得翻两格嘅话，就变唔到。系啦，我要等呢度呢四格变咗，再整呢度，跟住呢四格再变，咁样系最理想。系啦，应该得，应该得，应该得。嘛，所以其实最理想嗰个起法嗰个规划就系咧。即系中间呢啲密集嗰啲咧，佢四方八面都有楼围住嗰啲咧，就整呢、這个商用混合住宅啊，整八层办公商用混合住宅。跟住边位呢啲升唔到上去嗰啲咧，就全部转晒做五层楼，再升十二层楼就转呢啲。咁样嘅话系最好咯，啊，系咯，咁样系最理想啊！哎呀！但先转 Q 咗，搞到唔够办公室喎，食品研究中心。哎呀，唔够办公楼，居然呢个要再搬一搬个位。如果系咁，咪呢度仲未升嘅，冇理由噶噃。咪仲白啊，升嚟升去升唔到啊，呢四个格。冇理由嘅，即系佢呢度呢几个位，唔知系咪撞咗邪定唔知点，升嚟升去都升唔到，等咗超耐佢都系升唔到。我第一拆咗佢，整咗呢度先啦，一系睇得唔得？系咯，得啦得啦得啦啊！咁样拆咗反而得，好，跟住再整剩低呢四格，睇咁样会唔会 OK？知唔解头先好似硬系卡住咗咁啊 ？OK 啦，即系你都已经冇得再点样去随机生成啦，已经 set 死咗呢两格啦。咁样一组，跟住咁样一组，咁两组咁正常应该系 OK 噶咯。佢真系似有白喎。佢就系佢呢两格就系打死都唔肯升上去，系啦，五层楼准备升级，揾唔到合适嘅型号，最少系二乘一，呢度咪二乘一咯，嗱，两格乘一格，明明就够，就系打死唔升，佢真系似系中白喎，顶佢，睇下搞咩，一系就系咁样啊。等呢度咁样打动升我先，好，跟住呢度再咁样打动，系啦，咁样 O 唔 OK 啦？得啦，终于，顶佢肺，变啦变啦，靠！即明明啲格数都啱嘅，但系有时佢就系变唔到，又要自己再咁样打横打直咁样再转下，即系啲楼一多，好似就麻烦。五层楼，呢度都变咗一栋啫，很好。咁呢度就唔搞啦，因为呢度有栋食品研究中心，食品研究中心就附近要有多啲办公楼先得。系啦，即系如果我呢度夹硬转嘅话，就我担心会影响埋啲办公楼。跟住就变到呢座嘢，到时候要搬噶啦，唔好啦，所以呢度就唔搞啦。
啊，呢个位又系好尴尬，变咗依家呢度变咗五层楼，呢度食唔到间银行，但呢个位又食到间银行，但又变唔到五层商用混合住宅，隔篱唔够多商业啊！啊，好尴尬，非常之尴尬，因为间银行再低多一格啦。咁呢度呢四格就可以系啦，变翻。尤其是当你个市区一起得密集嘅时候，如果啲格数要计得比较尽嘅话，都几麻烦，因为起得太密。咁啊，大致上就咁样啦，重新执过下，跟住将呢度变晒做十二层楼啦。啊，呢个区啲人口又可以再多啲啊，啲工人又可以再多啲啊，啲熟练高技能工人多翻啲啊。系啦，但系呢两个区就难搞啦，呢两个区比较难执。如果呢两个区都要变晒做十二层楼，唔系唔得嘅，麻烦啲咯。即系个银行嗰啲又要再重新再执过晒，啊，可能要摆晒中间呢度。始终佢呢度近啊，黐得近啊，啊黐得近啊。跟住个食品研究中心又要改去第二个位度啦，啊，可能要再起中间啲咁样。比较麻烦咯，啊，比较麻烦咯，系啦，暂时就咁样先啦吓，啊，暂时就咁样先，真系重新再搞一搞，即系佢有时嗰啲咁嘅格仔咁样卡住，变咗好浪费咯，啊，好浪费，即系明明系可以升上去嘅，可以有更多居民、更多嘅生产力。咁卡位住升唔到，但系个条件明明系啱嘅，系你自己卡位住升唔到，即唔系我问题，系咪先？你个判定，你游戏个判定有问题。哇，又变咗个十二层楼啫，又变多栋十二层楼。咁啊，多多个十二层楼都好嘅，起码啲居民嗰度又多咗，劳动力又多咗，啊，高技能工人嗰度又多咗。咁啊，呢度又唔升嘅，做乜鬼嘢？一开始冇乜楼嗰阵时起得好快，一暗落去一月一个月都未过就会即刻起噶咯。啊，啲楼依家一多咧，啊，过成半年一年先至起好，办事效率真系拍得住我哋呢边嗰个政府啊！真系嗱系咯，跟住又话唔啱咯，跟住又升唔到咯，一成二嗱咪啱咯，一成二，跟住一成二，正常你呢两格就应该可以升噶啦嘛，五层住宅区好似呢度咁样。系咯，跟住又话揾唔到又唔升啦，我白白咁样卡喺度卡成年几两年，啊顶嘅正常呢度应该可以整多栋十二层楼噶嘛，啊市中心两层啊，睇呢度得唔得啊？睇呢个啊变咗咁样啦，变咗咁样打洞升咗啦，啊。跟住唔知佢呢度系咪又变到卡死咗啦？如果咁样，哎嗱，啊佢呢个又超快，即系整呢边，见唔见啊？一整跟住一升，即刻再升啦，连升两呢啦。即系佢依家系呢，好应该呢个位有百咯，即系呢度配呢边就系卡住，呢度配呢边就系卡住。嗱，佢咁样打动升到嘅，跟住呢度打动又升到嘅。Oh my god！ 哇靠！好似中百咯，开始，啊，可能我电脑太废啊，个城市一大咧就处理唔到，开始有百啦，啊，出现啲咁样嘅漏洞，啊，冇办法啦，有佢劈喺度，再过下啲时间先啦，系啦，依家我睇先，其实依家玩到呢个地步，其实已经可以整下啲成就噶啦。系啦，整下啲成就咁啊，解锁下啲先，即系起码叫做有个目标，木头生产200粮仓，整个粮仓，咦，我冇粮仓咩？哦，好啦，原来升个咧，所以唔计佢要普通粮仓，同埋依家解锁咗个无政府主义社区啊。呢、这个又系唔错嘅，呢、这个要升多啲嗰、那个无政府主义嗰个点数就可以解锁，好似系唔知廿几定卅几，好似35啊，系啦，唔好记得。
咁啊，呢个其实个成本都几高，咁但系咧，佢系可以直接生产十个呢啲高技能工人啊，咁啊自给自足啊，自给自足啊，就唔使食物嘅啊，唔使消费食物，因为佢自给自足啊嘛，佢就系消费能源嘅啫，净系用电啊，系啦，不过就点讲好咧？佢几牙位下，因为佢系三乘三啊，佢压九格，但系九格先系加得十个高技能工人，系咯。其实计翻个成本就唔系好着数咯，即系你计翻嗰啲系咯，同埋佢咧又系好麻烦嘅，佢又唔可以咩？即系佢唔可以起一大物。啊！即系你呢度啊，整一个跟住咁样啊，整一个跟住仲要隔多三格先可以整第二个啊，又唔可以黐埋一齐啊！啊，咁不过佢可以加一百居民咯，直接啊，即系你如果要充人口嘅话，可以整呢个啊，啊一百个居民啊，充人啊，同埋都有十四幸福指数啊，幸福指数都算高啊，用嚟加人口同加幸福指数啊，咁呢度整两个咯啊！喺块田度整两个咯，诶，纯粹即系叫做好睇啲咯，啊，同呢边比较夹啊嘛个地啊，啊，咁中间仲有啲位，我迟啲谂下睇下可以整啲乜去装饰一下，系啦，暂时整两个呢啲呢个先，啊，等可唔可以铲埋呢块田？迟下啲田个需求量越嚟越少之后咁啊。呢度可以铲咗块田，或者留翻一块咯，留翻净系一块田喺度啊！啊，咁啊呢边迟下都可以用嚟发展啦，啊就唔使再耕田，迟下都可以用嚟再整多个城镇啊，整多个大城镇，或者呢度可以用嚟整一个其他类型嘅城镇啊！呢度系高密度住宅啊，咁呢边我可以整其他，譬如可以整。整嗰啲文化街區或者整夜生活街區，啊或者可以整其他風格，整宗教啊，整和尚或者整整咩啊？整別墅啊，整別墅區，有錢佬專用嘅區域。其實呢個位應該都可以勉強整多一個區啊。粉紅色區，就一格係啦，就呢度就污染咗啦。个范围系咧，嗱呢度 high 到啊，就一个角 high 到个仓库区。还好嘅，佢都啊呢度开始 high 唔到，即系就下面呢一粒，就呢一粒 high 到。我要重新规划一下。Nice，perfect，perfect，perfect。啊，呢度又好正常啊，睇。啊，唔怕，好似头先嗰个位咁样，生嚟生去都生唔到嘢啦。嗱，生到依家都未生到阴公。啊，呢度一整，跟住就变啦，一整又变啦，变啦。咁啊，呢度呢一边应该都可以再发展一下。反正佢系呢一粒唔得啊，呢一粒会。受污染，咁但系上面呢度咧，啊都冇嘢嘅，啊都整到楼嘅，呢度又变到一栋啦。咁但系如果呢度变嘅话，咁即系呢栋已经冇可能噶啦。咁但系又冇办法，佢呢栋又咁啱压到间银行，系啦，压到间银行，唉，咁咪由佢啦。变啦，呢度都变埋啦，变埋五层楼，系啦。我以为有中北啊，但系都变到，但系呢度都仲系未变到五层楼咯。正常呢度变五层楼，加埋呢个就可以变十二层楼啊嘛，就系打死都唔变，明明呢度都已经变埋啦，得激死真系俾佢，老实讲，其实呢边都发展得七七八八啦，系啦，即系
都仲可以整多一个小城镇喺呢边呢，呢度可以整个宗教或者整其他，或者其实呢度可以整个别墅区啊，远离呢个市中心啊，整一个偏僻啲嘅地方郊区整一个啊别墅区，有钱佬专用区域啊，即系佢系。五层楼嗰度开始出事咯，只要变到五层楼，变到两座五层楼，跟住就基本上就可以升上去噶啦，即系呢度咯，升五层楼嗰度，即系基本上一升到五层楼，两座五层楼，跟住就可以变到，哎，两座五层楼啦，应该可以变，系啊，嗱，一变到两座五层楼，跟住就可以直接升噶啦。反而系变五层楼嗰度会成日卡住咯，嗱，好似呢度又系咁样卡鬼住，准备升级，但系就系卡鬼住，唔知点解。嗱，跟住就会话咩没有合适的型号二乘一，明明就二乘一，顶你个肺啊！越玩越多百咁啊，顶佢！应该话个城市一大咗之后，就越容易好似出 bug 咁样。未变大之前都冇乜嘢，一变大咗容易出 bug。哎，嗱，变到啦，变到两座啦，跟住应该就 OK 噶啦。啊，一变到两座，跟住就可以。嗱，系啊，嗱，一变到两座，好快就可以变12层楼。啊。跟住呢度又要唔知等几耐啦啊！佢唔系有啲地系有 bug 噶，油画升唔到。啊，升到啊！头先又话升唔到，啊，跟住又升到，无啦啦，即系睇嚟要试多几次先得咯，唯有冇办法，系咯，强行试多几次，变到一座啦。呢座如果变到 A 啊，OK 啦，OK，正常变到两座 OK 系啦，很好，呢座熄埋啦，跟住下面呢粒就唔整啦，下面呢有污染，整唔到嘢，下面呢粒就留翻嚟整个公园啦，美化一下，系啦，有公园仔。整多两间网球场，俾间学校，系啦，咁样啦吓，咁啊，差唔多啦啊，啲科学点数都俾我使咗超多，得300几点，其实呢边都已经可以当系发展园咁制啦，系啦，即系呢个大城市已经大都会啦，啊。跟住就可以教下啲成就啦，真系专心。咁啊，整埋啲成就，今集都差唔多啦。5个粮仓，木头生产200，跟住可以有卡车5个粮仓，整个粮仓咯吓，整多一个。生产木头要有100，即系要，哇，要整多两间锯木厂啊，都几麻烦。始终佢锯木厂又要起喺啲有居民嘅位置先得，跟住又唔可以起得密喎。多部车仔啦，搞掂埋呢个啦，伐木卡车，冷冻车，哇，一次过解锁咗超多，瞬间，仲有呢，15间工厂，OK，好啦，咁可以铲翻啦，反正呢啲系解锁，又唔使话要 keep 住，系啦。
攞完就霸走。我睇下先，卡车呢？卡车在哪？冷冻车，有啊，有啦，啊，伐木卡车啊，系啦，即系解啲成就就系攞呢啲车，跟住你个城市就会越嚟越多种类咯。冷冻车啊，冷冻车啊，冷冻车应该系呢部，即系等你啲交通工具越嚟越多，跟住即系种类越嚟越多，然后睇上去就会。即系个美观上会好啲咯，多种类啲。冇记错，呢啲电单车、单车呢啲都系要解锁嘅。呢个系我上个 save 已经解锁咗啊。呢个啊，呢啲系咯啊，即系唔会净系得一种车咁单调啊嘛。啊，即系基本上只 game 个目标就系系咯啊，向住呢啲啊，向住呢啲成就走去系咯。即系你当系一个目标咁样走去啊，工厂啦先，道路上会有一辆拖拉机添，见唔到图案，冇图案俾你睇。工厂好简单啫，啊，算系比较易整嘅。搞掂啦，跟住做咩啊？果园。糟糕的社会福利主屋会有大卡车，等先消费80粮食14能源，哇！哎，啱啱好，但佢啲消费咁高嘅，我之前个师傅未整过社屋，糟糕的社会福利主屋，净系生产普通工人同熟练工人，哇！我依家系需要高技能工人。84能，好似就唔系好啱数咯。啊，即系整嚟都系纯粹为咗等个城市叫做啊，即系叫做多啲种类好睇啲啊。但系实际上对我嚟讲好似冇乜作用，我得六幸福指数。糟糕的社会福利住房唔系最舒适，于建造哇靠，得六幸福咪搞错，有屋俾你住仲想点啊？啊，呢时晒啊，有间屋俾你住，仲喺嫌三嫌四得六啊，于是即求其有间屋俾你踎啊，就应该要开心啦，真系系咪先？真系你有能力嘅，你就自己再买私楼啊！啊！你冇能力买私楼嘅，政府俾间屋你住，你仲唔知足啊？先中型升上去都系工人同熟练工人，舒适都系工人熟练工人。冇啦，冇得再升咯，即系升尽咗都系呢两样啫，系咯。咁样啊，即系解锁完啊，算啦，解锁完就铲翻啦，或者等迟下咯，等迟下再整一个嚟睇下咯，整一个区嚟睇下咯，我都想睇下佢升上去会系咩样，系啦，喺度啦，解锁咗啦，咁啊依家就铲翻先啦，呢个都唔整住，仲有啲咩？风力涡轮机生物废料生产 ，OK， 即系依家系要整嗰、那个呢、這个生物废料生产，整几个啊？有60，即系要整呢个挖木，然后用嗰个就去系咯，话唔得个范围。即系真系净系可以整一个，一个锯木厂净系可以跟一个，就算整到最远啊，即系最远个范围，跟住呢边就拉到最远都系唔得，系咯，就争一格，好妙，非常之妙，唔系讲笑，真心麻烦呢、這个，真心麻烦，即系老实讲，即系要整呢、這个，真系情愿直接整个核能发电啦，系咯，唔使烦，你直接一个核电站，跟住就6500能源啦。即系你整呢、這个，你整完呢、這个仲要再整多个
生物废料储备啊，跟住整整呢、這个，跟住仲要黐住个重煤啊，黐住一个咁样嘅重煤厂先至可以整到出嚟啊，系好麻烦啊！一锯木厂，然后黐住呢个，跟住呢个又要黐住，跟住佢生产嗰个又要黐住重煤厂，跟住先系产得个800能源。哇！屌啦，升唔啱数咯，完全，完全系唔啱数啊！咁鬼麻烦，先系产得个800能源，真系直接整个核电厂好过啊！系啦，跟住再整十个风力发电。够唔够啊？应该都仲够点数嘅。情愿整风力发电唔好，完全冇限制，中意整喺边就整喺边。啊，诶、欸，啊要隔一隔。哦，可以理解啊，呢、這个可以接受嘅。一黐住嘅话，感觉上佢两个会撞埋一齐，系啦，隔一隔。掂啦，系搞掂埋。哎，搞掂，胜利啊，解晒成就啦，终于啊，终于，即系呢张图就即系当系玩完噶啦，咁样当系爆机啊，爆咗呢一张图，唉，死啦！不过呢啲模拟 game 其实就冇嘅，中意嘅你可以继续玩落去，无限玩啊，一路整，整满晒为止啊，系啦。但系就当系完成咗个目标咁样啦，吓、啊。咁啊，呢个系列可以过一段落啦，啊，之后可以挑战下其他地图啊，其实可以挑战下其他地图。呢张就可以 keep 住先啦，第时如果有心情啊，可以。继续玩落去，可以继续发展，可以试下整下呢啲社会福利啊，或者行下其他路线咯，整下嗰啲宗教啊，别墅啊，文化街区系咯，可以玩下呢个文化街区啊，夜生活街区啊，整下呢啲啊，系咯，夜生活好似系整呢个，系咯。你先会介佢冷风广场文化系要整呢个雕塑系啦，整呢个喺附近，跟住佢就会变呢个文化街区。可以试下，可以试下。留住先啦吓、啊，留住先，出去睇下先，睇下系咪可以玩第二张图啊？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啊，可以玩啦，可以玩啦，跟住就可以玩沙漠啦。唔知佢啲屋会唔会有变化咧？系咯，正常就应该唔同地形啲屋都应该要唔一样嘅，冇理由你温带啲屋同你沙漠啲屋系一样噶嘛？即系如果佢啲建筑物系冇变化嘅话，好难吸引我继续玩落去喎。啊！即系起码你啲建筑物要有唔同啊，唔同地形唔一样，跟住因为你啲资源都唔一样噶嘛，系咯，因为佢呢度好难搵到食物，即系唔可以耕田先啦，啊唔可以耕田，要用其他方式就系整食物，咁即系应该有其他嘅建筑物可以俾我走去生产食物啦，要打井啊，嗰度写住系开展农业啊。靠近河流嘅生产力会比喺沙漠高得多，喺呢度揾唔到木材，要建造采石场嚟整石头，系咯？嗱，攞石头，头先温大嗰张地图系冇石头嘅，冇石头呢个素材嘅，咁即系会有新嘢起啦，理论上采石场系咯。哎呀，咁可以期待一下，等下次啦，啊，下次就挑战一下呢个沙漠啦，啊，因为。呢度后面嗰啲图我已经系全部冇玩过啦，我之前个师傅都净系玩温带，仲要系未
解晒啲成就，即係未爆機啦，未爆機未贏啊。咁之後沙漠對我嚟講係一個全新嘅挑戰啊，全新嘅挑戰啊。咁下次啦，下次啦嚇，留翻下次啦。咁今集啊，聊聊先啦嚇，就下次再見，係咁 ，see you。